马宝，我也马宁。时刻准备着。你快了。铺平道路。进步的力量。哎，怎么画了个剑魔过来？画了个剑魔过来有点烦。无所畏惧。然后我是那征服者。我的线炸了。还是亏啊，我觉得。真的还是亏。我的线很炸，这不。好难受啊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我的线炸了，他领先我一波线的经验，巨难受现在。正在充电。他感觉这么倒霉呀、啊，这两把，最后这几把打的都很都好倒霉。不是还能这样抓人的吗？哇，真得在下位抓我，我是个打中的。放眼未来，我在这个位置死了。我打鳄鱼带征服者。这次真的好难受啊！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我怎么这么耿直啊？铺平道路，电能激荡。战锤时间，我打的哥们都不掉血，无所畏惧。
A 下 ，nice。Rampage， 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强力一击，面对未来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好像队友优势好大是吧？好像可以随便拿下。我出不了鞋子，巨难受。好是不？Shut down. 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Killing spree.正在充电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放眼未来 Unstoppable. 永别伤害这么高、啊、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回家。他不是 Q 闪杀我吧？就这样出吧，先早点把那个星石做出来。跟不整下邪神还挺厉害。还行，他这把没把我抓崩，对面这兄弟。铺平道路。战锤时间，无所畏惧，归来吧。走不掉啊！为什么往这里闪啊？其实就不该走了，就原地缴械算了。这不，就原地等死算了。这不，哎，打不了了。刚打回来一波，又送回去了。往下面闪了，主要是下面有个剑魔，我怕吃到击飞，后面还是要死。哎，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其实这个闪现就不该交了，就直接死了就算了。这波有个大炮，我还真把它换了。我去，怎么对面这么恶心啊？打个中路，科学的甜美信息。打个中路是真的恶心，打的。
他都可取了，我啥话还没说呢。只要我这把大概是真武神，我带相位的话，他这把别想抓死我。他这个 RQ 好帅啊！我要的只是安静。给这剑魔玩出手感来。没办法，连死两波是真玩不了了。连死了几波之后，本来这把就很难受了，然后又被搞。定位在吗？可以啊，就是要打号的话，你就加我那个左下角那个微信吧。我这不只能去上路了。加星石，星石做出来还能打吗？这剑魔能玩起来。打野好厉害，英雄怎么这么猛啊？都被削过一轮了，还这么猛。不知打这些还可以啊，打这些小团战。哎呦，这波又送回去了。回合制游戏，对面送一波，我送一波。等一下我的魔宗吧，带团好几波团，直接拿下对面。
完毕，正在充电。先看比赛嘛，应该看吧。单挑还真不好打，这个英雄。两个队都支持。刚开始怎么没触发我的星矢那个盾拍他那个那回？没有没有，我没说过我支持 T1。 漫天飞雨，更喜欢心灯多一点，不是更喜欢那个微博多一点，但是微博赢不了，不可能能赢的。哎，反正谁赢都可以。加速三级啊！哇，他怎么往那里走了一下？我是不能杀他的。哇，小兵。那把我都被阿乐打穿了。打这小团战挺厉害的，没有我被阿乐打穿了，但是后面我赢了。他妈的不认真，他妈的刀妹啊，我是真打不过那个人刀妹。他玩其他英雄还可以，他的刀妹我是真打不了。这边下路炸了。明天比赛我觉得没啥悬念的，其实我觉得微博不可能打得过雕具的。
哥们怎么老是玩这些操作呀？一万跟金钟，这两个队有还真有悬念，不好说。嘿，快点结束了，结束下班了。确实，紫帽小虎游戏已经基地已经爆炸了，提前爆炸了。我还想闪现过来补点伤害啊，没想到是不打野伤害这么高。感觉京东打T1那场才好看。